我就是那个让你不明白，让你看不开，让你毫无奈。对了，就是那个臭男孩，让你就天天不理睬。สวัสดีครับทุกคน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ผมหมายเหตุจริงๆนะครับ Mike heard the first fan meeting in Bangkok。大家好，我是何俊翔，这是我第一次在泰国举办影迷见面会。那当我第一次知道泰国主办方想要找我在泰国举办影迷见面会的时候呢，其实我是非常的兴奋以及开心以及期待的。那没想到在后面既然能够真的成型，对我来说是真的非常的兴奋，那也很期待在泰国和泰国这么多喜欢我的朋友们见面，那也希望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来看我哦。6月12号，我在曼谷等你们。See you。